赵公明修道有成，相助纣王，被陆压以钉头七箭书射死。三霄仙子为兄报仇，摆下九曲黄河阵，姜子牙率西岐众将闯阵，不料却陷入一片混沌之中。哥哥没有心了，喝了这药也能长出心来，你们喝吗？我好心请你们喝药却不喝，你们不喝也得喝。你们可知我兄长的性命？没有性命如何立碑呀？若生前作恶，那死后也不必留名。赵公明，原来是你们！故玄虚，云霄，赵公明相助纣王，惹天怒人怨。我兄长纵是有错，你不该如此下场。今日我便点灯请客，以报我兄长之仇。是你先决。这里似乎是一个小洞天，今以女子为祭，是神制服，恭迎圣母。恭迎圣母。
蒙冤，快走！你们竟敢冒犯圣母，扰乱祭祀！男儿，你给我退下！自从圣母降临，就要求我们每月祭祀，若再不反抗，这里迟早一个不剩。是。娘。祭祀，三日之后，圣母将血洗混元阵。你怎么了？无妨。啊！哎，于浪。啊，没事，墨月，不用谢我，我只是救了你命而已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哎，我可是救了你。逆子。爹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大家。你看看，冒失鲁莽，不计后果。你这样，我怎么把族长的位子交给你？我也不稀罕，反正你们就打算传给长青。如今你们冲撞了圣母献祭，圣母怪罪下来，如何是好？这样会死更多人呐，那也不能只顾自己的生死。献祭他人，这人是他是墨月前几天救的人。虽是万般无奈，但一人献祭可以换来所有人的平安。你是自愿的。今日你自愿献祭，他日别人也自愿献祭，报心求火，何日能尽？对呀，圣母要人祭祀，咱们也没有办法呀。对啊，这圣母是谁？我们得罪不起吗？神，神当庇护一方水土，保百姓平安。圣母今日夺人性命，何以称神？族长，你看他的胸口。险中求胜，方得一线天光。天神降临，我救你于水火。爹，你不会以为他就是趁炎中的天神吧？天神，救救浑元的百姓！族长，不必行此大礼。实不相瞒，我虽从上界来，但并非天神。我来此，另有要事。天神说的要事，可是与此事有关？此乃圣母，数年之前，九曲山中一圣母庙平地而起，百姓被迫供奉朝拜。圣母每月十五要活人祭祀，我们都苦不堪言啊！每月祭祀，三霄将一整个洞天福地作为产业，洞天一年，人间一瞬，这每月一次的祭祀，恐怕是三霄摄取这洞天福地灵气的手段。他不是什么圣母，不过是云霄仙子的分身恶状。
能解此困境，唯有天神。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你能降得住圣母？哼，难道是吼兽还没让你吃尽苦头？无礼！陈延生说，天神降世，若想救民于水火，必得神兵相助。神兵？神兵在何处？金斗地的风雷塔。金斗地乃上古天神的战场，无数神兵散落，而后一座风雷塔起，神兵尽藏其中。哎，爹，您可别说笑了，多少游侠去金斗地寻那风雷塔，一个都没回来，脖子上挂个牌子就说自己是天神，我也能给自己弄一个。长青，把他关禁闭一个月。哎，爹，两个月。天神莫怪，但神兵的确难得，无论如何都要一试。我跟您一起去吧。不必了，金斗地不好找的，我最擅长就是变相凝石。蒙月回忆术也能助你一臂之力的。那我们就即刻启程。看你惹的麻烦，到时候灵气摄取出现问题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早有办法。王姐，族长说你是天神降世，真的假的？我不是神。你们那儿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也有日月天地、鸟兽花草吗？哎，你们那儿的人都跟你一样不爱说话吗？哦，对了。你是怎么来这儿的？东还是西？东。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阿娘生的，是从山里抱回来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儿。你说我们俩会不会是老乡？不会。那也许我跟你一样，来自别的什么地方。我和鱼浪他们不一样，每次集中精神的时候，都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然后鱼浪那帮小子都怕了，我总是吓他们，说你看到背上怕个人啊什么的。你不信我？不信。一念业障生，大道因无情。这是你精确上的字。我肉体凡胎，未曾得见，你却能看见。信了吧？而且你体内经脉有阻，对不对？这也能看见。不能，可我是大夫呀。别动。跟着你们呢。那好，你说你要去哪？我要去金斗地吧。要不要一起走啊，天神大人？我们好像要顺路啊。生死自负。出发。哎，等等我。杨戬，你到时候可别怪我只救孟月不救你啊！哎，等等我！前方便是金斗地了。听，到现在还依稀能听见金戈铁马之声。风雷塔在哪？不是在这儿，就是在那儿，反正就是在里面，好好找喽。
用在这放河灯。河灯飘得越远，愿望就越可能实现。杨姐，你们那儿有河灯吗？没有。那怎么许愿啊？无缘，请。真是无趣呀。哎，不过究竟是谁会在金斗地放河灯许愿？走吧，还要找风雷塔。去上游看看吧，那放灯的人可能知道风雷塔的消息。等等，婆婆，天黑路滑，婆婆为何还未归家？在此放灯。婆婆，我知道这是许愿河灯，只是您这灯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呀？这灯可以看到你们内心深处的祈愿。嚯，这么神！我信，你们细看。兰儿，以后你就是族长了，要保护好会员的百姓。鱼浪，鱼浪啊！我看见我爹传位给我了，还真是，真的啊！哎，沐月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不告诉。切，兰姐，你也看一下吧。不必了。你看一下嘛。什么许愿灯？不过是迷惑人的心智罢了。切！你们是要去找风雷塔吗？是啊，婆婆。天黑路滑，赠你们明路之灯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，只是一行字。走吧，还有赶路。婆婆再会。谢谢婆婆。这儿有家客栈，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有风雷塔的消息。要是没有消息，进去吃点东西。你们不饿吗？这些应该都是来金斗地找风雷塔的游侠。
这酒不够劲儿，不喝。老板娘，人家不喝你的酒。不解风情。老板娘，他不喝，我喝。余浪，我也有毒。我不喝。半盏酒我要是喝了，恐怕就和那几个人一样出不去这客栈。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什么意思啊你？看看左边那个大汉，一直好友，酒坛却迟迟不碰；右边那个高干脸，不停地吃着，动作却是重复的。还真是啊，蒙月，好好瞧瞧。他没有嘴，没有嘴，并非人事。
多谢你们。你果然是一个子龙。从前小道士在此苦写万字，未成大道，大呼师父骗他，精力耗尽，他执念太深，我便幻化成人。嗨，干什么非得成大道啊？我觉得当小道就不错。他师父没有骗他，是他自己抄得太过癫狂，连孺子都少了一个口，心念不成。天地之间，万物有灵，你自有灵。你走吧，别再害人了。我已找到自己的归宿。你们且歇息一晚，白日提灯而去，指路明灯能驱散雾霭，帮你们找到风玉塔。他师父说万字可成大道，应是盼他在抄写真言中开悟领会成道的奥秘，而非真的只抄一万字。他悟错了。啊，你受伤了？没事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伤无不疼，明天好看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你我。届时，切勿混淆眼线。这么晚了，还不休息啊？睡不着，别回家。多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行尸走肉，我并不是没救，也不必想。反正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已经被献祭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，阿娘每一年都会同我一起放灯祈福，祈求年年安康。这是我们会员界的传统。后来，阿娘没了，我还是年年放灯。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平平安安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做了个愿签送你。愿
你有什么愿望，来年挂在院灯上，一定可以实现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降服那圣母，或者这个镇而已。那降服圣母以后，你想做什么？大道成神，神无七情六欲，我亦无欲无求。七情六欲，那我就在院签上写，祝你早日成神。说过，若是真的，混元镇当一片祥和，为何会有好说商人和圣母显现？若是真的，朕能心想事成的话，你为何要去献祭？为何不让那河丁的院里灭了那圣母？若是真的，你与你娘年年起死，应当灵验。为何现在你却孤单一人？说到底，祈愿只是假为人心罢了。可是你来，我是天神降世，我不是神，我来此也不是为了你。娘姐，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怪会恶语伤人的。你嘴上说着自己不是天神，却有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蒙月的一番好意赠与院签，你却将它拒之千里。商人，他真是看错了。那便是风雷塔，先进去看看。走。又有人陪我玩了。哎，谁啊？别管我是谁，想要得到神兵，就得过我这关。你这关怎么过？我让你们陪我玩，众人有戏。
我来讲讲游戏规则，我来抓你们，你们来抢我身后的尺子。要是抓到了，这伤门就会打开；要是被我抓住，你们就会变成石头。石头？是我说，这些石像都是人？准备好了吗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小子，有本事来抓我！为何？她一个弱女子，你抓着她算什么本事？抓着我，才显得你有本事。哎，她可不是最厉害的。想玩？想和我陪你玩？让我们一起玩！想抓小爷我啊，还得再修炼几百年。得看小爷我吧。可以啊，鱼浪。出口在这边，走。小妖怪，你输了。别走！这句实话，我月姬交给你了，我信你，快走！鱼浪，走！鱼浪，只要我们拿到神瓶，就可以救回鱼浪。是阴阳镜的守护灵，这层由我来主管。你也要玩什么游戏吗？我不玩游戏，我只要一幅。画出我的样子，我就把出口告诉你们。若是画不出，你们俩都得死在这儿，你们可得好好画我，否则阴阳镜一中，你们就画成一堆金血了。你仔细看看，一定要把他的真身找出来。
们都画好了，我想看一看。这就是你能画的我？你的真身就是一面镜子，我们两个站在你面前看的就是我们两个，画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两个，这就是你。出口在哪里？你不是能看见吗？你们快走吧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赶紧找出口。战吧！你肉体凡胎，公平起见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既然你已窥透了我的本性，我也让你看看你的样子。根本发挥不出威力。可笑，真把自己当雷震子了。
行了，想靠着外力驾驭神兵，痴心妄想。呀！肉体凡胎，纵使能用精血取你神力又如何？终究不是你自己的力量。哼，处处模仿他人的可怜小丑，连自己的道在哪儿都看不见。你这借来的神力没了，能用的神兵也没了，放弃吧，留你一命。我能走到这里，是因为在我的背后有很多人支持我。神兵，终于拿到神兵了。拿到了。干嘛呢？把手给我放开。回来了。怎么不想我回来？这就是你的神兵啊？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。我也有一把。现在我们三个都有神秘相助。这里有他了，快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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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兵利器，助我大业。杨戬，真多谢你，若不是你，我也不会破这风雷塔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你是预言中的天神吧？你不过是个棋子而已。风雷塔镇守神兵无数，唯有神兵认主之时，风雷塔才有一线可乘之机。为此我筹谋已久，现在有了这些神兵相助，我要将这冰山火海化为人间炼狱。休想！我跟你一起去。此战凶险，你们无法承受。此战虽然凶险，但我们已经避无可避了。灭了这云霄，混元界永无宁日。杨戬，若不是我设下此局，你又如何能得神兵？说起来，你不应该谢谢我。云霄，你控制紫灵摧毁风雷塔，以人命为计，害得混元百姓苦不堪言。你的所作所为，早已惹得天怒人怨。大道有路你不踏，地狱无门你偏要闯。有这姑娘陪，在混元界里苟且偷生，
不好。喂，大娘，说什么呢？你真以为仗着几个神兵，靠你们几个凡人便能闯这九曲黄河阵？凡人又如何？今日我就要诛神破阵。有点意思，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。杨姐，纵有神兵相助，你也不过是肉胎凡神，受死！杨戬命中火煞，他肉胎凡身，火煞不开，难登神位。本来我就是一锅糊两小碗，在人间偷活了18年，就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。竟不知所。
老二。老二，以后想做什么呀？我要像爹爹一样保护会员百姓。兰儿乖。老二不辱使命。一念业障生，大道应无情。杨戬，如今你可曾开明了？真言三人，我明白了，神守护的究竟是什么。自此以后，愿时间在我腥风血雨，在我冰冷火急，七情六欲变成人间甜蜜，若成神，先成人，你终于悟道。开悟成神，杨戬，你可看清楚，如今你已成神，待碧仙诀再起，你终究死不瞑目。若你想毁阵眼或九曲黄河阵，那阵眼洞天中的天神也将不复存在。不破阵眼，一样破阵。可是九曲黄河阵怎么会破了？杨戬命中火煞归位，天眼已开。三霄仙子，你们还不悔悟？杨戬，姜子牙奉应天命，助武王城江山，原本与我无关，却因你们欺人太甚，杀我兄长赵公明。赵公明助纣为虐，杀了无辜百姓，天怒人怨，这是他命中该有一劫。如今你们更是罔顾天下苍生，摆下九曲黄河阵，罪大恶极。所谓天下苍生，也不过蝼蚁般的性命。姐姐，和他讲什么道理？杀了他便是。结阵。杨戬，你已经开眼成神，为蝼蚁般的凡人性命，竟有一意孤行，诛神造孽吗？凡人神又如何？
我所做的这一切，是为了我心中的道，神中的道。我比逆天诸神。仙子，你们被人利用，设下九曲黄河阵法，惹下如此风波，可曾知错？我们知错了。念你们失去兄长，亦是切肤之痛，命你们去麒麟崖下面壁思过，万不可再执迷不悟，助纣为虐。切记，切记。谨记天尊教诲。杨戬，你在九曲黄河阵中的种种经历，皆是你命中应有一劫。如今你业火归位，也已成神，日后当奉行天道，渡人间苦厄。齐了吧？来，酒来了，酒来了，听一声菜，上菜。老板娘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太不像话了！怎么了嘛？看看我这俩哥们儿，都坐这等你半天了，你怎么就只给他上了这一壶牙脸？你这桃花酥要是再不上啊，我可就只能吃你了。你要是吃我的话，我就只能加钱了。有钱。有钱啊，您就多给点啊，快点啊！这一天天的就知道倒腾你那破药，你还真以为你是神医啊？快给老娘上菜去！放手！我倒药，我倒药还不是为了你俩？赶紧上菜去！我不愿意调戏你也不管。哎，自己自己自己，这次呀，我给你加了料，过不了多少时日。保证你一举得难，就你话多，赶紧上菜去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爷，吃好喝好啊！嘿，你小子眼瞎了吧？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哎呀，那么大声干嘛呀？多少银子啊？100两黄金。什么？这宝贝是我们兄弟。用命换来的，世界只此一件。我呸！什么狗屁宝贝，
小爷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，一群骗子。我看你找死吧你！哎呦，急什么急嘛！您看我这小店儿，人和店加起来都不止这一百两嘛。也罢，你要是能陪哥几个一晚上，也行。把你的金枪不倒的小药丸也给我们哥几个试试。玉杯没有碎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大哥，这咋回事？不会是闹鬼了？鬼什么鬼？给我揍他！三位客官，打碎了东西赔银子吧。嗯，臭小子，给我等着，走。黄三，你可真行，幸亏你回来的早。行什么行啊，你这房租都欠了两个月了，靠你这破戏法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？再宽限他一个月好不好吗？哎呦，滚滚滚滚，你们两个赶紧给我干活去，看见你们俩就烦，看见你俩就烦。罪臣赵安，欺君罔上，大逆不道，结党营私，培植党羽，贪污纳贿，舞弊朝堂，于三月初九晚招买杀手，杀害郭府一家，画押。大人，冤枉个大人，不是赵某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大人，大人！爹，爹！等等，大人。心妍，韩大哥，心妍，你的伤还未痊愈，不宜过度劳累。这一年来，你频频梦魇，吃了许多药都无法平复。心病而已，韩大哥不必如此挂怀。郭府养育我多年，郭慈更是我的订婚夫婿，不找到杀害他的凶手，无论多久我也无法安枕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今日是要来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可以夜夜安寝了。心妍，郭府灭门的凶手我已替你找到了。你说什么？已经要回府上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话呀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血洗郭家的事是我做的，那郭家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他们必死啊！就算不是我，也会有其他的人啊！大人，凭什么说郭家必死？郭怀义仗着皇上赐他监管百官之权，平日里在朝中嚣张跋扈，
无论是谁稍惹他不快，便会官职不保，甚至性命堪忧啊！你胡说！不可能，郭家的为人我最清楚。心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可否放我回府啊？辛苦赵御史，马上我就送你与家人团聚。多谢大人。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我们再去找他问个明白。启禀大人，属下一把招安，就地正法。放肆！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大人，心妍姑娘，是属下鲁莽，只是心妍姑娘心系郭府之事，大人也为此事不辞辛苦。属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了却大人与心妍姑娘的烦恼。滚！郭家灭门的血海深仇就这么结束了。心妍，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从今往后你就安心地待在我的府上，切勿再……韩大哥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怎么样啊？菜倒是挺好，人怎么样啊？人呐、啊，你尝尝呗。哎，老板娘，二楼的等会儿。又在这装死犯懒。韩府刚刚差人要的桃花酥，麻溜了，赶紧给人送过去。谁偷懒了？谁偷懒了？我正在认认真真、兢兢业业的琢磨药方，真是奇了怪了。韩府那金窝银窝的地方，还来咱这儿买什么点心啊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轻易抢的坏话你都敢说，不要命了你！哎，黄四，黄四，黄四，下回你不去卖艺了？过来，过来，给你一个好差事，把这个送到韩府上去，至少能拿十个上钱。好，去吧，去吧。你看你，又偷懒。哎，我说别送错了，送到韩府的南前门。记得把石盒锅带回来。怎么才送来？腿脚这么慢？这菜你还满意吗？我勒个去啊！那个。臭变戏法的呢，给老子出来！没事，出来！哎，我勒个去！老娘，我在这跟你说话呢。点心到了没有啊？要是心妍姑娘等急了，你我都得被大人劈了脑袋。有心妍姑娘在，大人的白炼钢也化作绕指柔了，哪还会打你？快点吧，点心给我。看什么呢？走了走了。不知府上心妍姑娘是？韩府的事也是你打听的？走走走走，哎，走，快走，磨蹭什么呢？走走走。
心言，这玉佩是我们郭家祖传送的，父亲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。心言，心言，郭公子已经不在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谢谢韩大哥帮郭家报了仇，心言没事了，只是有件事情想与韩大哥商量。但是无妨，我已在府上叨扰甚久，多谢韩大哥恩情，过些时日我想离开。心言，你在说什么？怎么会叨扰呢？之前我楼南重伤，要不是因为你的相助，我当日之事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韩大哥一年前将我从郭府大难中救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心言，你听我说，这一年来我待你如何你是知道的，难道你丝毫感受不到我的心意吗？韩大哥你误会了，心言情愿来是当牛做马聊以报答，只是我始终是郭次的妻子，无论他是生是死，一辈子都是。心言，你听我说。韩大哥，你放开我。心言，心言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心言，我已经找到能治好你伤的神医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这就请他到府上来。韩大哥，有什么事情等治好你的伤再说。请医生，韩大人到。嗯，没几个，接着吃。大人，您贵步临见地，莫不是刚才送去的点心不合您的胃口？听闻要吃神医在此，特地请神医到府上来治病。哎呦，大人您说笑了，您看我们这小地儿哪有什么神医啊？韩大人亲自到此，别不知好歹。谁要是治病啊，带来客栈便是。区区一个郎中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带这位神医回府。大胆！大人，请喝茶。大人，您别生气，他是个变戏法的，您看这戏法还行吧？带他们两个回府。是。哎，大人，
心言，你来了。心言，这位是药池神医听意，我请他来治疗你烫伤的。旁边这位是街上变戏法的，我看你总是闷闷不乐的，让你来解闷儿。韩大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实在无需医治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便先告辞了。心言姑娘可喜欢桃花？韩大人为姑娘煞费苦心，小人有一戏法，不知能否博姑娘一笑？真龙夜色，独栖鸟，利剑春断。郭大哥，这首《浅别离》实在是愁断人肠。深笼夜锁独栖鸟，利剑春断连理枝。变戏法的，你说你要博姑娘一笑，但却让我看到这梨花带雨，你说你该当何罪？韩大哥，这戏法很好看，我喜欢。韩大哥，不是让听神医来给我瞧病吗？时辰已经不早了，这便开始吧。在这儿睡啊？又做噩梦了。回头我再给你调两味药。哎，听意。哦。明日心言姑娘过来取药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嗯，好。哎。姑娘，是你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快来坐。有劳神医昨天深夜为我诊治，我是来取药的。好嘞，姑娘，您稍等片刻。有劳了。啊，你们店里的桃花酥啊，当真是极好的，和我小时候吃过的一模一样。来来来。对了，昨日变戏法的那个小哥，他是什么人啊？哦。他是跑江湖的，桃花酥啊就是他教我们厨子做的。老板娘呢容许他在这里过夜，他偶尔啊还能帮咱们打打杂、跑跑腿什么的。不知他现在在哪儿卖艺啊？这可说不准了。喝一点喝一点。来来来，姑娘
尝尝我们店里的拿手菜，四喜丸子、金羹汤，还有南瓜虾仁儿。这个南瓜虾仁的南瓜是南门的南瓜，可不是东门、北门、西门的。哦，姑娘的药啊，还差一味，先用这些饭菜，稍等片刻。四更，南门。是何人？为何约我来此？黄四，冒犯了姑娘。昨晚那首浅别离，是我相公郭次所改，你如何知道的？在下乃郭次的故友，曾听郭兄引渡过。姑娘为何会在韩府？一年前郭府蒙难，我被韩杰所救。韩杰阴险狡诈，你切勿相信于他。韩杰再恶，他帮郭家报了仇。韩杰帮郭家报仇，你也信他？我一直在暗中调查此事，发现郭府惨案可能就与韩杰有关。之前认罪的御史赵安是被韩杰胁迫，你想想看，他为何这么做？这其中必有蹊跷。属下已把赵安就地正法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从今往后你就安心地待在我的府上。心妍姑娘，你现在身处韩府，若发现韩杰举动异常，就让听议通知我，届时我们还在此地相见，我定查出真相，替郭兄报仇。听说最近有人在暗地里打探郭府案件，查清楚何人？大人，那人做事隐秘，行踪不定，还未查清他到底是何身份。废物！三天之后，我要知道此人是谁。派人查探与郭府来往的人，一旦发现郭府余孽，直接诛杀，务必斩草除根。是。做事一定干净利索，此事不能透露半点风声。心妍姑娘，你叫我过来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黄大哥，你说的没错，韩杰就是杀害郭家的凶手。我亲耳听到他承认此事，我要杀了他为郭家报仇。此事你先不要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
韩杰势力庞大，我们不能硬拼，只能智取。你此时在韩府才最安全。等我制定了周详计划，我定会伺机杀了韩杰。这段时间你务必要小心。什么人？皇子，你醒了。来，小心小心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少侠夜探韩府，绝非等闲之辈。屈居于我殿内，想必也是有所图谋吧。哎，皇子，你不惜冒险夜入韩府，是不是去见心妍姑娘？一年前郭府灭门，传闻只有心妍姑娘被韩杰所救，你又如何会认得她？少侠与韩府有过什么纠葛？庞图先生果然慧眼如炬。什么？我们隐姓埋名在这客栈里，你怎么知道邹瑾就是庞图的？郭府一家就是被韩杰所害。韩杰杀了郭府一家，那你是想替郭府报仇？可是少侠接下来有何谋算？哎呀，你追那人到郭府旧宅后就不见其踪影了。
郭府肯定有关系。昨晚他无功而返，肯定还会再来。那我们就守株待兔，静观其变。是。在下感谢诸位的救命之恩。只是在我这一年的查探之下，我发现青衣场上把持朝政，下鱼肉百姓。我已不仅仅只是为复仇这么简单。然而青衣场势力庞大，还是我独自行动为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就是你一个人的事？青衣场横行霸道，苛政强帅，逼死了我家乡全部的人，我做梦都想杀了他们。你们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？替乡亲们讨公道，重伤而归，差点丧命，难道这些你们都忘了？老板娘，你怎么变得像一个市井妇人，贪财怕事？当年你和庞图号称紫金双侠，江湖上人人敬佩，如今缩在这客栈壳子里，连头都不敢伸了吗？我贪财，我怕事，我待在这个客栈里这么多年，苦苦经营，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的安危？你们以为我愿意啊？你庞图曾经叱咤风云，然后呢？你还不是刀尖上舔血？我们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，你们怎么就非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心里才舒坦吗？夫人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其实当年断我一腿，废我武功的仇敌正是韩杰。夫人，这些年我们在客栈中隐姓埋名，暗中周济百姓，救助孤苦。可是这样，真的得以良心安稳吗？韩狗不死，天下永无宁日啊！失道寡助，韩杰暴行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少侠不如留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替天行道。韩杰树大根深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几位官爷，多喝点啊！这小奴女基于以卵击石，倒满了，来我小店啊！此战非同小可，万事都必须要慎重思量。客栈最大的优势就是消息灵，我们先打探四路消息，务必选出最合适的时间，凡事力求稳。韩杰每次出行都有大量护卫随行，只有每次去看望在庵中修行的母亲，才会只带一个心腹去。我们就选那一天在客栈动手，到时候我自有办法。必定取他狗命。依我看，直接杀到韩府，取了韩杰的狗头。我消停点。心情吵闹，我与人立命，铲除奸邪，御史。我父家族荣血，愧于心。老朋友，我们又要并肩作战，到时候让韩杰死，知道你们的厉害。父老乡亲们，你终于有机会为你们报仇了。你这个韩杰死在我的武功之下，背水一战，成败身。再此一举，不成功便从人。怕吗？从与你浪迹天涯那天起，我就没再怕过。
国子在那边。大人，国子在前面客栈附近见了，进去搜。韩大人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了？韩大人，您这是要住店呢，还是想念我们小店的桃花酥了？要不，我给您沏碗茶吧。别动！这一场办案，你们三个有没有发现可疑人等？没有啊，大人，没发现什么人。这里不安全，送星妍姑娘回府。韩大哥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不想再打扰。姑娘，我这个客栈今天晚上……老板娘，我要住店。二楼。第一间房，多谢。老板娘，给间上房，我也住下。不要惊动心妍姑娘，说心明白。心妍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继续待在韩府吗？你听我说，今日我们就要杀了韩街那个宁晨，这里危险，你速速离开。我要跟你一起。韩街骗了我这么久，我要亲手拆穿他的真面目。韩大哥，我要休息了。心妍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明日跟我回去。
这戏法很好看，大人，真的没想到换手。要了，小心啊！Thank you.
学了个江湖戏法，就想杀我？就算我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才，我也要杀了你！就凭你？再加上我呢？那我就送你一起归西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快走！放开他！韩杰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嗜血禽兽！你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！你灭我满门，该死！滥杀无辜，该死！祸乱天下，该死！种种行为都会让你万劫不复！但是心言，你说我禽兽，你说我卑鄙无耻，说我滥杀无辜，但我害过你吗？我从来没有负过你啊！若不是因为你，心言早就属于我。快走！夕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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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根本就没有什么荒司，是不是？郭大哥，索心言，我是郭司，我还活着。从你无间那天，我就觉得是。不得语，暗相思，两心之外，你我知。你打我，你打我，回家去。好，终于又在一起。夕颜，夕颜，夕颜！我死，我要让你去为夕颜陪葬。
韩阶死后，青衣厂群龙无首，被朝廷严惩覆灭，朝堂百废待兴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来了来了，您的菜，等急了吧？来来来，尝尝，趁热吃啊！谢谢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！哎呦，来了来了，马上了马上了啊！多吃点啊！老板娘，还有空桌吗？哟，不好意思啊，两位爷，今儿店里都满了。那儿不是还有空桌吗？手，我捣药，我捣药还不是为了你俩？小爷我又不是没见过世面，一群骗子，挖个点子，挖到我们头上来了！哎、小点声，轻一场，你俩不要命了？再宽限房租一个月，好不好？那个座位不待客，那走吧。